学习进行时，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多次访问俄罗斯，不管是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、索契冬奥会开幕式，还是出席红场阅兵仪式，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，习近平都爱讲些动人的小故事。这些故事是中俄两国友好往来的生动例证。新华社学习进行时原创品牌栏目讲习所写取其中的几则故事，与大家分享品味。习近平主席多次访问俄罗斯，在发表重要讲话、重要文章和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他常神情地讲述一些动人的小故事。这些故事是昨天和今天两国关系的缩影，更昭示了两国人民友谊的地久天长。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中俄两国人民是同一战壕的战友。习近平讲的这几个故事表明，先是凝成的友谊坚不可摧。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抗日战争时期，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。他动情地说，我像体验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，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。他英勇牺牲在中国大地上，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英雄。一对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他守灵半个多世纪。2013年3月23日，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故事抗战期间，来华的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多达2000余人，多次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，库里申科就是其中之一。1939年，库里申科受苏联政府派遣，率达沙式轰炸机大队来到战火弥漫的中国，投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洪流。在一次激战中击落六架日机，自己飞机也遭重创，迫降于重庆万州长江水面。由于狼狈过度，无力跳出机舱，献出了宝贵生命。中国飞行员唐铎作为苏军空中射击团副团长，英击长空，在同法西斯军队的空战中屡建战功，